啊，不能再叫了，等下邻居真的会。你打进来要干嘛？有人叫我叫帅哥巧克力，啊，谢谢，没错。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就强迫扣看看有没有机会啊？没有。好，对不起。嗯，不会，不会，不会。就生日快乐，谢谢。然后就谢谢你，就平常都出影片，那影片就很好笑，从大概我很久很久很久以前就开始追了。当初是因为声音好听才追的，你居然会喜欢听这种声音啊！我也觉得你还蛮特别的。就听声音好听就追了。我真的谢谢你，我也觉得我的声音还不错啊，只是有时候讲话讲久会有点累。好，那嘿，生日快乐，然好，后谢谢你。就不要太累。好，谢谢你，软软江西妹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，拜拜。拜拜。装死啦！哇，这个好累啊！是 讲这个好累哦。嗯，刚刚第五个是不是？所以要第六个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Enter。哎呦！哎呦！乔乔，生日你是快谁？乐！感谢天长订阅。我是 Wolf OUO，是卧虎英雄，你是合为一体的。等一下，有连续订阅中，我们等这个结束。感谢香蕉订阅，感谢韩月订阅。现在在真的，大家都一起来了。你要多等一下，大概有六个。感谢 Sora 909订阅。六个月，666。还有，感谢雪人君订阅，7个月。还有谁？感谢我将念出来，Boki 97160，感谢8个月订阅，感谢深海里的鱼。5个月，感谢 Hugo 0612，5个月订阅，太多了，感谢 Blue 水饺5个月订阅。感谢蓝月10299个月订阅，超多，结束了吗？还没。哇，这个不知道是谁了，看一下啊、哦。这个他跳出来的不见了，一首蓝月再来的是，感谢订阅，或者说感谢订阅。四机姐吗？再来是四机姐，是不是？好，四机姐订阅，嗯，被吃了。好，换你了，你是谁？Wolf OUO。祝你生日快乐！谢谢。还有呢？没有人，没有。我要澄清一下，你是被你他不是被烧死的，你要来帮忙澄清一下。对，他不是被烧死的。那你是怎样的？我是你被古力帕炸死之后，躲过蓝队，还回到我们的主阵营的。不是，你要说你是继承卧虎的遗志的那个，嗯，被烧死的是另一个，他是后来的，嗯，啊，谢谢你，好，有机会可以在一起玩，好，拜拜。拜拜。根本是整人时间，要等超久。然后再来第六个，你看，因为我们会越来越往下接，所以你不要一直抠，哇，你一直抠机会就小了。
这个先接一下，刚刚他挂断对不对？再给他一次机会好不好？对啊，再给他一次机会。哎呦，感谢太阳是丁丁的订阅，谢谢。哦，感谢阿宝，谢谢雨池美，留着啊，留着。喂，没声音，好拜。喂，欸，你真的没声音了。喂，两次咯，两次 GG 咯，没有第三次咯。刚是接到第几个？第六个是不是？一二三四五六。哎呦，阿尼亚 say 哟。喂，阿尼亚 say 哟。你是谁，江江？怎么会接到我的电话？我不知道，阿宝一直接，一直 call 都没接到他的。有啊，我都一直看到他的名字出现在上面，你都一直不接他，我知道。这个大家都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。我知道了，开玩笑的。你可以赶快跟他通话，然后他就可以一起来接了。接的人是随机，但是通话时间我们可以自己瞧。我们可以通个一小时，有没有？哦，我懂，我懂，我懂。大家都可以扣啦，生日快乐啊！谢谢，感谢抖内，感谢抖内。没那个，我真的会抖，我真的会抖。帮忙跟阿宝，感谢。OK OK， 谢谢。阿三，已经超久了，已经几年了？上次是三十，哦，我想一下，三十了，二十几还是三十，我也忘记了。嗯，老头了，老头了，比你还老哎，真的。老，因为我们都对啊，我18，你19，对啊。然后两年前，哇，16岁就开始做。差不多，差不多。有机会可以再来玩。哦，你要不要讲一下你的愿望是什么？我的愿望。我有在那个新的影片说啊，我希望大家都可以每一天开开心心的，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。哦，对啊，这个太逊了啦。不然我觉得这很重要。哦，每天都要开开心心。好了，好，然后橘子冰可以再变胖一点，还不够胖。啊，他其实还好，他现在已经固定了。哦，希望他也可以健健康康，开开心心，开开心。我刚刚有一段时间把你的声音先关掉，因为那串订阅真的太可怕了。各种噔噔噔噔噔。我跟他们聊天是都根本都讲好的，都是那个那个笑笑海的。八七笑笑，这是八七笑笑。对，嘴多嘴喊一下，八七笑笑，八七笑笑来变我、啊。哎，那是你讲的，我不负责、哦。哎，别不要这样。感谢啦！好，我把我放出来，你先接边。感谢你支持这么久，真的。OK， 超感谢，还继续，真的，真的。好，谢谢江江。好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江江他已经订阅应该有30个月了吧？从刚有订阅的那时候就开始订阅到现在，真的是有够狂，很感动，很感动。哦，好，第七个是吧？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哎呦，哎呦呦，你是谁？我是千文。你是千文，我现在在找一个东西。等等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哈？因为你也有画图，对不对？对。我把它秀大大的，觉得开心。啊！而且你画那个超可爱的，你居然把橘子冰画这么可爱，这样啊？超可爱。对啊，他真的就是很爱说那样。不过他大部分是反过来，就是他喜欢把那个头就是埋在那个外套里，超莫名其妙。他就一直钻那个外套，好可爱的。对啊，
每次看 JJBin 的影片都觉得啊、好想要养猫、哦。养了，养了，你看你的头像也是猫，养了，一定要养橘猫，橘猫可爱到爆炸，超 Q。这是我之前在外面拍到的。带他回家了，你没看到他一脸就是说着快带我，带我走。可是我们家还不能养猫，现在、我想要等到我可以赚钱再养。没问题，等你独立自主的时候，那样子养也比较，就是你能够负责。现在养也是家人在帮忙，对啊对啊，要靠自己。对啊，对啊。然后祝你生日快乐，谢谢。然后谢谢，然后谢谢，好，谢谢千问，你的图真的超棒的，感谢你，谢谢，拜拜。大家看，画得这么好，压过来，超棒，那个橘子兵超可爱。谢谢，谢谢千问。好，我还是换回原本的。嘿，居然都刚好接到哎！现在是第八个，对不对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百鬼夜行。喂，喂，你好，喂，喂，你是谁？那个，我们要弹吉他给你听。你们，所以有很多人是不是？两个，还有我，还有我。你是怎么称呼？嗯，两位怎么称呼？林小屁孩。啊？两个小屁孩。啊，好好好好，那等候你们来。有没有？有，666，而且我很喜欢梁静茹，太棒了！谢谢，生日快乐！你们好帅的呀！好，拜拜。好，谢谢你们，拜拜。太猛了，吉他自弹自唱，狂！你们每一个小小客多才多艺，真的感谢百鬼以及夜行，好吧，我们就这样称呼他们，谢谢。好，再来是第八个吗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。喂，每一个小小的，你要先关掉那个我的直播。谢谢百鬼以及夜行，哇，我就这样称呼他们。你还有五秒钟可以关掉，不然我们变成回音。Hello，Hello，Hello，你好，怎么称呼？阿宝，阿宝你好。你好，先开头啊。你好，Hello，嘿、hey。就生日快乐。谢谢。就。不不、哦、你在用手机对不对？手机哦 OK， 谢谢啊。就嘿嘿，我没有想到什么啊。你是香港人吗？马来西亚。马来西亚，哎呀，好犀利啊。马来西亚我也好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去玩啊、但马来西亚网络超烂啊！马来西亚网络超烂，哇，真的假的？那我会自备。